大家好，今天来鱼塘这边做个早餐啊。吃简单一点，鱼头炖粉丝，老表。今天不吃简单一点，今天吃好一点，吃炒粉啊。先把这个火给燃着。这个米粉要先煮一下，之前有好多米粉不知道怎么做，直接用那个清水浸泡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直接炒，这样炒出来的米粉比较硬啊，不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米粉浸泡了之后呢，要煮的，煮完之后再去浸泡，浸泡只是为了节省煮的时间。这买了一斤肉过来呀，炒米粉的时候都放下去。像我们这边啊，一斤米粉可以炒三盆最少，像这么一点米粉我们两个人就够了。在煮的过程当中啊，要用这个手指去掐一下，稍微用一点力能掐断就可以了，看个人口味吧。我比较喜欢吃劲道一点的，所以煮的时候就不要煮得太烂了。现在可以了，捞起来。先把这个肥肉啊煸炒一下。再放一点盐啊，然后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了，你咬，出锅了，现在可以开吃了。现在出锅了，这一碗的肉最多，老表来，这一碗给你，全是肉。我要吃八锅的。那个就是八锅的呀。你确定？你看，红不隆隆，满满的两大盆。这米粉一斤都没有。这八锅好吃。再给我，猛吃，有吊丝肉，你喝啤酒，我喝水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哈？干了哈，干了，嘎，爽。吃吃完往地，大蒜摆得不清。现在吃饱喝足了，然后碗也洗好了，去干活。